会发黑，我终于念对了。老国师，老国师在哪儿？你就是老国师啊？你们误会了，他不是国师。什么？30年前，可恶的国师虽然跑去云游，但总不会忘记派人快递作业给我。后来我太过崩溃，无意中念了一句国师教过的咒语，把快递员逼疯了。我一直想不出解封的咒语，只能把它藏起来。原来是这样。